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，我们现在来打一下荣耀之战3v3，走，出战。啊，对手毫无压力啊，对打这种对手我是毫无压力的啊，直接秒杀，哎，直接秒杀，我都不用出手，对手全部凉凉，就是这么快，就是这么迅速啊。好的，第二场对手看一下，开始挑战，来个二连胜。啊，对手毫无压力啊，直接秒杀，我都不出手的，我就站在后面看。让我们的贝利亚和无限赛罗往前冲，哦，快不快？就这么快啊，就这么快。我说了吧，我都不往前面走的。好的，再来。我们可以4连胜、5连胜啊！看一下对手37级、40多级，星级不够，我要不用动了啊！我们就站在后面就够了啊，都不用出手的，就站在后面，就堵在这里，转个圈圈，转圈圈，赢了啊！好，4连胜啊，我们来开一个宝箱。哇，还都是30多级，因为第一次打这个，所以匹配的对手都不是很强啊，我们就站在这里看戏就够了啊，效率很高，效率很高。4连胜啊，我们争取来一个7连胜。好，让他们去玩吧，还是一样的结果啊。哎，哦，疲劳值消耗之后就不能继续参加了。哇，失误了啊，失误了啊。这没法玩了呀，这插角色很难受，失误啊，这是我的失误，我的失误，我的失误，很难受，没法比赛了啊，我们只有5个40级，好难受啊，想哭。那么到时候我们还得搞一个40级的出来啊，我们想一下培养个谁呢？炸鸡升不动啊，这个没有碎片，他要月卡，我没有开月卡啊，哎，难受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点关注吧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哦，拜拜。